当心一点没事的。会，你跑来这无锡，就是现在负担也先搞着。哦，先把车子弄好，弄好停那里。保留到时候再看，看着具体的看。我也回你自己工作电话，因为这样，因为这边的货付出来之后，我到时候还跟他们反映，就跟他们反映之后，这边具体几码到，我到时候给你资料弄一弄。具体的我，这是第二年，像这种小货只有，一般都早上走人，早上回。早上最亏，早上最亏。早上中午只有晚上加班，最起码第二天早上就我昨天哎，反正我昨天今天的话，早上走了两。不近了，因为刚刚还一万一千公里啊。就其实不几万公里，我没到。反正就他们说了，他就是他周末走，他的周末走的话，他说什么上午。就不是你们金刚的，我不是你们联系的，你不是你们联系的，都是。